有没有脆身？有，超脆。烤烤鸡的对啦，不容易啊。做大声呢？你看烤烤鸡，超香的，超香的，超香的。要配冰啤酒这样。我打康帝烤康冰啤酒。脆身，超脆、啊！我跟你讲，真的超好吃哦！我是在吞口水。这四条中，这是一条哈。那一条你打开之后，你就放在你家的这个叫气炸锅，气炸锅里面，用七分钟就可以炸好了，或者是烤箱啊、那你干锅就锅子这样干煎也行，好不好？非常脆，非常脆，七分钟就可以了。炸一下，炸一下就行了。而且它旁边还有附这个梅子粉跟辣粉，看得到吗？嗯。是特调的味道，很好吃，好好吃哦。嗯，哦，这个配萝卜更好吃，超好吃的。而且刚才那个黄伟汉还在那边给我给龟给龟说啊，我怕胖，我不要吃。开玩笑，他真的很讨厌。不是，人家这个脆皮猪就是把油烤掉了嘛，对啊，没有油味，对吧？就是五花肉是对的，如果瘦肉太多，反而吃起来柴柴的。哦，这种有肥有瘦的，哎。有肥有瘦，刚刚好。回到家，职业妇女这个最方便了，同时很好吃。你来说说看。不，因为它要气炸，要气炸嘛。对啊。那大概都把那个油给气炸掉。哎，你也卖不起啊啦。加啦加，哎，给你公关公一遍。告诉大家，缺憾就是要配冰啤酒。你打康帝烤康冰啤酒，没有，这个纯拒绝我，纯心想要破坏我的减肥计划嘛？哎，这不会胖，听一下烤烤声，超香的，好好吃，我都一直流口水。那像譬如说。有些人像兵哥，有时候晚上有点小酌嘛，周末的时候就可以来配酒。哦，烤烤鸡的对啦，不容易啊，做大声呢，不容易，不简单，而且，哎呦，它的咸哦，咸度适中，袂讲有诶为着要较下好做死咸，袂死咸，真好。口味这么入味，原因是因为它有23种新香料，同时呢，它使用的为什么肉好吃？大家知道肉要好吃，是因为肉的品质本身要好。我们使用的是云林还有彰化，都是台湾本地的猪，同时每一只猪都会有它的产品的这个身份证，好，会有履历的，所以呢，这个吃起来食安绝对安心，没有问题。告诉大家，缺憾就是要配冰啤酒这样，要配冰啤酒。你打康帝烤康冰啤酒，我觉得肥瘦比例刚刚好，因为我不太敢吃太肥。它加上那个很脆的，你看那个专业的来了，你看到没有？我刚刚就说他专业，你看他在做什么？他在偷我们的香那个洋葱，洋葱啊，洋葱啊！来来来来来来。